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是我来弥湖交换学生第一个星期的影音记录。以后当然不会说是以每个星期五自己发，好像太累了，我还要读书。今天的主题就是在开学之前，名古屋的设备其实相当的完善了，除了机场就是一个转运站，然后你要搭计程车、搭电车什么都可以在那地方搭到。那我先搭计程车到福建校区之后，再由那边当地的一个工作人员再带我到我们民宿的宿舍。那我所住的宿舍到底长什么样子呢？宿舍真的是很漂亮，一个月6万7000日币，不是在小小，它有全自动的一个系进门口，还有锁门，那个有电梯，然后那个门卡可以帮忙打开，然后都有监视摄影机啊，还有各式各样的设备，我们还有浴缸可以泡澡，电视也是非常高级的那个液晶电视。这些呢就是我的楼友了，那他们其实从各国来的都有，有法国来的、德国来的、俄国来的、波罗的海三小国来的，还有澳大利亚、新加坡来的都有。跟他们英文沟通其实没什么问题，他们都很好相处。虽然说他们蛮爱喝酒的，但是因为我们那个房间是一人一间，所以也不会说在校医厅被逼的喝酒。我们现在平时如果说要上学的时段的话，会一起去，那一起也会上校医，因为出门在外就是靠朋友。守りはす税金無駄には使わない现在呢，主要是在未来四个半月呢，要陪伴我的老师和学生。老师的英文其实基本上都还不错，但学生的英文可能因为不太习惯用的关系，所以在沟通上面我们还是会遇到一些困难。其实这也给我一个很好的机会，因为每次跟他们聊的时候，我都觉得有种心情，人生说，他们可以讲日文，我学两年，我这个日文都讲不是很好。所以说真的未来希望这四个半月期间呢，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在国外学校求学的这个技能，还有应该要知道的一些知识，甚至是我希望能够跟他们一起把日文好好的学习好，因为我个人是选了终极日本语这个部分，希望未来呢我能够跟他们相处愉快，也可以让我们日文相当大的精进。